虽然小凤平时俾人嘅感觉好似好严肃，但系其实佢都有风趣幽默嘅一面噶。怪得啲人话同光头佬打牌好鬼识邪嘅啫。系啦，快嚟，嘿，邪哥，邪哥，喂，出出。六婶，三太公，大众海台立似莲蓉。我哋两个夹都唔似你两个婆夹啦，一个似足酱活油啊，婆哥就似足白燕啦、啊。两个加埋咧就一定系悲剧收场噶啦，苦过弟弟啊！其实咧就我就可以讲啊，冇乜造型嘅，我都唔系话刻意我咩造型咩造型，只系嗰排我心情，诶，好喎、啊，这个好得意喎，或者我嚟试下啦。我其实我样样都，我都唔知几希望我可以着到穿市嗰啲裙，我梗系着唔到啦。哇，好突破，吓死人咧！你个真，即系例如咁讲。譬如你而家要开演唱会啦，咁你嗰啲服装嗰啲嘢系咪你自己谂咗，抑或同嗰个设计师？部分啦。部分咧，即係你有時嗱，設計師咧通常一般都好希望你試好多好多嘢嘅，就包括我都係咁嘅心情嘅。但係原來咧發覺咧，你諗嘅同你到你著上身咧，因為我哋唔係一個標準身材嘅嘛，可以咁講係嘛？即係我哋都需要去左就右就嘅，即係所以我話俾你聽，我同你哋一樣。係啦。你与我昨天不相送，怕看见对方满泪容，却悔恨爱心中。你与我昨天不相送，却信有一天会重逢，爱得更浓。世沧桑再度逢，你有伴侣相送，孩童成负担三几重，你说有幸福与倦容，透出了倦容。其实有没有哪一套服饰，你或者你的哪一件衫，你是自己觉得很满意？因為我點解咁講咧？我今日見到你嘅打扮咧，都係好特別。你呢一抽呢個飾物咧，真係我就諗唔到啦。即係揾啲咁靚嘅花釘曬，然後咁樣掛上去，我覺得即係第一又可以襯啲唔同嘅嘢啦。咁第二咧就好別緻，我諗呢個一定唔會係買嘅，係咪咧？係特別做嘅。係咯，特別做嘅。我其實咧，我諗下咧嚇，女人咧就愛美係天性嚟嘅，呢個係啦。我調翻轉頭諗咧，我哋都好中意，不過我哋唔代表我哋平時中意咁中意打扮嘅，因為打扮咧係要花好多時間，咁啊同埋好多心思啊。其實你同我一樣，因為我平時如果唔使翻工，唔使上舞台啦，我真係好 relax， 最簡單嘅。以簡單為。因為扮靚真係好嘥時間。俾嘥時間嘅，咁啊希望咧亦都我都借呢個機會啊講一講咧，希望支持我嘅朋友咧。不要介意我平時的打扮，怎會呢？因為我是一個普通人來的，是啊，我都希望過回有時過回一些普通的生活，但是呢當然上舞台的時候呢，我又不是一個，我又很希望咦可以很特別，我沒有可能我穿著條波波裙過馬路的，是不是？你都不會這樣要求。我想你除了要求好朋友之外，還要求狗仔隊，是怎樣跟他們打聲招呼，叫他們跟著你咯。我打咗啦，我叫佢同我約咗先，即係希望唔好跟得咁貼咁樣啦。嚇，離遠跟住就得。嚇，即係最好話一聲咯，即係話俾我聽。等我寫靚啲。係啊，你等我有啲時間準備。除咗獨特嘅形象之外，佢嘅金曲亦都曾經有唔少人重唱，好似梅艷芳咧，亦都係憑住呢一首歌一舉成名。涼風輕輕吹到處。
雪原尽了我已襟，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。日子匆匆走过，背离我有百感生，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。随风轻轻吹到你抱进了我的心，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。付出多少余生也没法去计得真，却也不需再惊惧。